当初你备审的时候是怎么准备？哦，那时候备审我只准备一份，虽然我上了5个学系，因为我全部都填教育系，所以我就只交一份备审。一份，然后用5个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一个是不分系啊，教育学院不分系，但差不多的概念。教育学院不分系那个可能稍微要调整一下内容，但是其他4个我就是直接教教育学系这样子。都很难准备吗？备审哦，其实我觉得对还啊。好。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一个高中生活多才多姿的人，那你没要准备备审就超简单的啊，就是你就把你经历的东西全部丢上去，然后把你的感想全部写出来，就这样子。不管在哪个社团，只要是你喜欢的社团，你一定写得出东西。重点是你喜欢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办法从中学到？我自己问我弟说，好，你说你想念职传，然后你喜欢玩电脑，那你在玩电脑里面学到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告诉我的话，你只有喜欢没有用。